我是一公系三年级的戴小星。当初我是申请进来的，就是有面试学测的意思。对，学测面试进来的。我觉得阳明给我一个很修行，就是那个修行山里面哦。对，修行的感觉，我觉得很适合读书跟钻研一项技能。我是现在就读一工系三年级的洪家亨。我觉得工程学的东西其实是知识，其实是差不多左右，只要不一样是他们在应用面的不同。譬如说电机的话，它可能是把工程知识用在可能做电脑、手机、讯号处理啊、通讯啊、网络那些方面的。那医工的话，主要是把你工程相关的知识用在医学上面。对，这是我给我的感觉。我叫杨雅轩，那我现在是医工二年级。其实我觉得医工比较像是应该要是工程科系，只是多学了医学的东西。那他的角色到底是要做什么？他的角色，我觉得他很适合角色是当一个桥梁，就是在医师跟工程师之间的桥梁。因为你可以知道，你可以把医生的需求用工程人听得懂的方式来传达给他，这样才不会可能工程师做出一个很厉害的东西，但是并不符合医师在临床上的需求。学弟妹好，那我是现在阳明医工大三的杨正生，这样。就好比说，假设你现在跟着医生去做实际的操刀，那可能医生遇到问题，他现在在开一个骨科的刀，那他可能会觉得说，他要切除髌骨，就你膝盖那个髌骨，那切除后我要装上一个人工膝盖，啊，可是我那颗人工膝盖我怎么对都对不准。那这时候医学上就遇到了一个临床问题，那工程那边它一定会有所谓的定位的系统，那这时候我们医工的桥梁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我们该怎么把医生所谓的对不到位这个需求，跟工程所谓能够精准对位的这个技术能够做结合，那这时候医工的价值就会显现出来。我是罗宣祖，然后今年二年级。就是我觉得上了大学后，其实学习模式跟上课模式跟高中不太一样，就是那个自主还蛮重要的，在大学里面。所以就是可能老师教给你东西，只是你要回去查得更深，这样子才能对自己有用。能够融会贯通。对。我叫萧金城，是一公系大三的学生。他是从哪里来的？台南一中。啊，原来是一中的同学啊。对啊，台南一公系，我就考职考进了。他是一开始就想要进一公系吗？还是刚好蹦蹦蹦？落点刚好到了就被分进？没有，我第一志愿就是一公系。哎呦。大学跟高中很不一样，就是因为你有很多自己的时间嘛，对，然后这些时间的话，你真的要好好想要怎么利用，对，不一定说就是一定要把它全部拼学业啊，或者是什么，像我自己本身我课外活动也蛮多的，对。我是医工系二年级的纪欣如，我觉得还蛮不一样的点，就是我们很重视目前的科技到了哪边，然后目前的医材的状况可以解决哪些，然后不足的在哪里，然后所以就是可能课本上面的东西都是已经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东西了，但是我觉得做这行的就是要多多去外面看目前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是阳明大学医工系四年级的王正贤。人很重要，就是进来之后很多都是 team working， 所以你得必须认知到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你得处理好这件事。而且你之后在面对任何一个问题，无论在哪一个领域或哪一个位置上，都是 team working， 不一定，应该说没有很少，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完成的事。对，所以人很重要。那怎么处理好，这是一个课题。那另外我觉得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一个 role model， 你可能在
某个领域想说，哎，我看到那个谁谁哪一个科学家，我想要成为他，那或许他就是你的 role model。那这样 role model 之后，你就会开始去看，可能看他的自传啊，或看他的报道之类，他就说他之前是干嘛干嘛，哪些经历。那甚至更细的，如果是学长姐，你可能问，可以问他修过哪些课，就可以借由这个 role model 去一直，哦，就他大概讲，就是你一直往，因为老实讲，你像人类像这么多几十亿个人嘛，那你可能也会走到某个道路上，所以你去找这个道路的人，他可能哪些共通的特点或修过哪些经历去走的话，或许可以帮助你找到一个还不错的方向。